50多辆名车一字排开，包含劳斯莱斯、宾利、法拉利等，市值大约有7-8亿。送行车队绵延超过1公里，场面浩大，警方严阵以待，一一拦查盘检。 屏东诚信角头阿桃遭到枪杀，4号上午在老家南州办告别式，一早就有不少人来送行。屏东县议长周典论也现身，4年多要有情有义，只有这样。场面大，人又多，就怕有突发冲突节外生枝。阿桃告别式的会场外，屏东地检检察官一级警察局长都到场作证，一共出动了271名警力，荷枪实弹警丁，全程搜证，现场还查获了2名诈欺以及毒品通缉犯。这是3个分区，5个拦截点，2个搜证站，即盘查1358名。 37岁的阿桃上个月15号在高雄左营一间桌游店外遭到埋伏枪杀，送医后不治。虽然开枪的阳性男子犯案之后主动投案交出了涉案的枪支以及子弹，还坚称因为赌债才动手。不过警方怀疑案件没这么简单，目前持续侦办追查中，希望能够早日侦破命案。华视新闻钟孟汉、王志轩、景玉玲，屏东报道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